嚣张抢劫越狱成功，上 Facebook 呛警察。英国28岁男子邻居因抢劫判刑7年，他今年9月越狱成功，竟公然在 Facebook 向警察呛虾，张贴他逃狱后庆祝圣诞节吃火鸡餐比中指的照片。若有人怀疑我的自由，这就是证据。我在监狱，要怎么拿这只火鸡？呵呵。他写网志记录居家生活，嘲笑警方无能。有次他听见警笛声，以为要抓他，结果是邻居叫救护车，虚惊一场。他常在家吃鹿排大餐，晒日光浴，还准备参加新年派对，过得很惬意。英国警方表示已监控到邻居行踪，并与 Facebook 合作设法逮捕他。邻居的越狱生活在 Facebook 吸引近4000人成为他的粉丝，有网友视他为英雄，也有网友骂他是垃圾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